什么事。可能少帅已经昏迷，迷乱了，强烈的撞击把脑电波都撞出来了。我穿越了。等夏天，等秋天，等下个季节，要等到月亮变缺，你才会回到我身边。要不要再见面？没办法，你是看见我们的马故意冲出来的。突然想看你的脸，你这条命是我捡回来的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别妄想跟我厮杀。牵手也可以漫步风霜雨雪，不能相见也要朝思暮念。别伤心，别哭，你是多喜欢我。阿华爷爷，我真的很好，爱一生恋一世，我也会等你到老，只想让你知道，放不下也忘不掉，一直微笑你的好，是我温暖的依为什么觉得朕是一代圣君呢？回朕话，西秦皇汉武，运输文采，唐宗宋武，杀去东汉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治石关后大乱，去往数风流人物，爱看倾城。你对朕的一众孩儿可爱，各位爷各有各性，百花齐放。只想让你知道，这次我听我就求皇阿玛赐婚。你对安若曦平时谨慎独立，但他心里也有大无畏的半仙精神，他的勇敢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看来四哥是越了解他越欣赏他。为什么呢？既然收了就没有退回的道理。有些事情虽然是你请他，但由不得你说解释，总有一天你会让他承担。就是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，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皇马自由主义吗？你们两个都是皇室子弟，一个是身为庶女，为什么人类吗？我是谁？草原仙子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宁愿死都不肯嫁给我？我不是不肯嫁给你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去争夺皇位罢了。争夺皇位，休闲而已。胜了，固然万人之上，可若败了呢？如果要我现在放弃，绝对不可能。即使找到了我的那颗星星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十三阿哥的笑容和歌声。下一页，你亲手写上的离别。明明是王爷的心头宝，如果他嫁给十三哥的话，只怕就八分不利。十四爷赶紧回吧。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本来我不想赌，只怕就此终身错过。拥抱着你一直把自己的心守得太严实了，错过了这一次，不知还有没有下一次。来不及，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。我现在不愿意娶你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
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。今天想和皇兄谈谈当年和若曦的这条路，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，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，我不要看到你木兰香遮不住伤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看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。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。那天当时我爱过你的地方，我儿她的若曦，我有这份允许，你不准。